这有学习好的呀，他就有学习差。嗯，跟吴化学习差，那就怕比学习差还觉得自己特光荣。啊，你呀，你就尽力吧。同啊，实在不行也就算了。我有你这么一个通情达理的爸爸，真的是太幸福了。来，老李，敬你一杯。不用，只求大人你出去要饭的时候啊，千万别说是我闺女就行。你别笑我们，没什么。你说你这人怎么这么冷酷？嗯，放心啊，爷爷，小哥家的剩饭都给你留着。哎呀呀，别闹了，赶紧吃。嗯。啊，怎么了？这又牙疼了？ 张嘴，我看看。看了，牙龈发炎。得了，周末带你去看看你吧。我不去。你去年就说不去，你忘了你疼的满地打滚的时候了。我不去。你必须去。我不去。听话。哎哎哎哎哎，吃饭呢？吃饭的时候别说孩子，什么事儿挺毛病的，真是。天天啊，嗯，牙疼就别吃那肉什么的，哎，要多吃青菜，清淡点就好了啊。要不然上火。 嗯，吃青菜，嗯，谢谢林爸。嗯，谁这时候打电话？说啥？还有谁呀？所里呗。林家的外婆。